好，欢迎来到完蛋的，来走一个，欢迎来到完蛋的长大备忘录。Tiny 还算喜欢，早期早年间非常喜欢，因为那时候好像还不怎么流行拿 Tiny 打后期，结果现在对吧，路人很常见，相位战鼓 A 仗啊，那后期能力拍一个人拍一胡同不带喘气儿的，这总之有这种转后期的流派以后，我反而不会打了。原来都是最古老的什么秘法跳刀强袭什么的，那种能不能出强袭看缘分，出不出来推跳分风影飞走砸激流，也没什么人受得了，对吧？没有压力，怎么说？没有实力就没有压力。等一下，对面是不是哥太多了啊？总之不管他，我放瑞出了 Sven， 也是一个大哥。然后也就是说啊，中单可以打，就是说个人擅长的 Tiny 的位置。哎，卡了一下，好了，每次开局都会卡一下。准备上场。中单，我刚想完中单我是可以打的，对吧？卡尔买个小鸡直奔中间而去。总之一吃一喝先看情况。Sven 是 repeak 的，买了一个全套一个头环，看着好虚啊。剑圣哦，先看看队友都往哪边吧。Sven 已经走上路了，要是双头龙和剑圣走下路呢，我就从上面，总之多带几根稻草，然后裸鞋吧，一起游走。理论上来说应该带两个清澈，不过我不喜欢，这真就是个人不喜欢。 Tiny 的话带一个清澈我觉得是不够的，真是我觉得是不够的。总之手里有鞋心里不愁，待会儿超鬼了送个一血也无所谓，反正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穿鞋的我谁都不怕。走哪儿？你们俩走上，那我走上、哎、反正是有种嘛，跟个剑圣总觉得好像前途不太明了，下路肯定是敌法，然后大概下路是一个，哎，等一下，火猫可能要打中单，那上路他们上路的选手可能会比较好杀，坏处是一级我这个 V 只能用一秒，理论上总之先顶上瓶子，理论上来说，Sven 守一下上路符没守到，一级加 V 加 T 都不太好，真就是甚至来说 Tiny 前两级有一点点战斗力不高，可以说六级以前 VT 二连都不是太疼，尤其是准备逛街没什么等级的。总之待会儿要是瓶子出不出来，我就多拉两个清澈不要紧，先看一下有没有枫叶，没枫叶拉着波野蹭个二级还是可以的，走远一点省得破了那个。哎，没有枫挺好，准备拉。哎，嗨，哎，大爷你好，带回二是吧？哎哎，队友往这边包，哎，走不了这边，哎，回二是吧？没鞋是吧？哎，好开心，队友把他逼走了，这条路走到黑。哎，带拐杖是吧？哎，又第一口打的大爷满地屎尿齐流啊！哎，还哎我一下，哎，不戴帽子是吧？哎，戴假牙是吧？不穿鞋是吧？买回二是吧？然后待会儿再 A 一下给个 V，A 一下给个 V， 好像能杀掉，再 A，A 不死就完 ，A 的死。哎，这就叫一级游走啊！一级游走的概念就是从一级开始殴打一个满街游走的大爷，殴打完了以后就两级了。然后接下来一边磕小清澈，现在上路考虑有没有下一波，是先拉野还是先去干他这一波呢？看情况，考虑先拉野。小兵好像很远，还是先去干他这一下吧。Sven 这边线上也到两级，等待会儿闲下来的时候再念叨，先打完这一波。看你们站位是不是靠前，这边看起来刚才没放下眼，火猫现在先 A 你一下，看你怎么放技能，看你怎么放技能，逼到两个人 OK， 哎，跟兵有点扔虫了，不要紧，我马上就有蓝，被捆住，哎 ，Sven 过来，靠近一点，哎，走你 ，OK， 节奏完美，哎，可以把瓶子拉过来，清澈用，哎，等一下，正好拉一个小蓝，然后拉着波野，顺带可以先扯淡。打第二波无所谓，也就是中规中矩打，甚至来说技能交换。一开始一级打 NEC 第一级一级的大便，打到一个大爷屎尿齐流，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。NEC 一级的大便怎么说呢？一级到四级这个 D 的技能成长，哦，该去拉下一波了。D 的技能成长是一级的治疗效果有70，但是伤害效果很低，
总之100是肯定没到，估计也只有几十，这应该拉得到吧。这瓶子没给上，应该拉得到。来，我先把这刀补了，我可以拉到。就是一级地的治疗效果比较好，但是伤害效果比较差。等到了满级以后，伤害四级地伤害，哎，过来了。四级地的伤害有300，接近300，但是治疗只有150。总之一级打到他屎尿齐流的话，他准备把所有地，喂，你把我的大的抢了，那不妖兽啊，来人啊，上面两个大哥你们没看见啊，下路杀人越货，哎，对，看见了就好办了，哎，杀人越货是吧，能丢这个锤子吗？能丢锤子我就磕过鼻子。 OK， 扔回来应该是死了，稳住两个，被斯文一刀砍死，上路被打穿。 OK， 看一眼上路有没有符。总之一开始虽然我身上有一个清澈，打 N 一级的 NEC， 我可以一路，我可以追着他先打，或者直接给 V， 然后磕起小清澈，但准备给第二个技能，但是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没有这个机会的。 NEC 可以迅速打断我的小清澈，然后接下来我先交过技能，然后 NEC 就会怎么说呢，比较容易算我的伤害。然后就比如刚开始我一直捏的这个 V 的话， NEC 还非常作死的回头跟我 A 了几下，他不多 A 那几下估计也死不了，不是对吧。总之捏个技能总之是个好事。看来是吃到下符了，看一眼4分钟，2分钟的下符应该被是被 NA 吃掉了。4分钟又是下符，来得及吗？大概来得及。中间刚着对拼了一波，哎，刚得好，这个近战小兵没有上坡，也就是说我可以一路往下再多走两步。就我去逛下符， NA 应该是没法跟我竞争这个下符的了。下路双倍，哎，这东西倒是不错，总之先收着啊，东西是好东西，看缘分了。下路绕一下，好像没必要，走河道下去。这一波非常大量的兵，剑圣被压出了这个棒子，看他们啊，看他们动不动撑念想要进塔了，想进塔我就扒你一层皮。哎，正好下路也有一个大爷，哎，这场就是殴打大爷备忘录了，大爷扛塔了，剑圣请转他一下。 OK， 插一刀，插一下，我能不能扔他一下？大爷好像回去买遗产了，或者大爷对临死前好像对剑圣，他 A 那些剑圣是什么意思啊？甭管怎么样混到了四级，情况不错，情况不错，还能补几个刀。剑圣扭头就哦去勾下路兵的，哎，勾的不错哦，你不是来勾兵的，你是来补车的，还把我一个兵拉走了。枉我给你这么高的评价，来抢你几个刀，我快秘法了，请给我 S 的废弃。上路那个掉牙大爷又被干掉了，上下路各有一个看门大爷，吃数多的给了一颗，一换一还行吧，有点亏。二换一啊，你们大爷的，上路不是大优吗？你们殴打一个没有门，人家一大爷门牙都被打掉了，你们还越塔强行二换一去干他。斯文你不是大哥吗？要有大哥的风采啊。这个吃数还能卖吗？不能了，那吃掉他。来秘法，哎，剑圣同学来秘一个法，然后我就去干别的。哎呦，斯文同学这个好揪心啊，开头的优势会送掉的，哎，加速不错，试着看看情况哪场比较好。中路 Warlock 去中路给了他一个奶，中路平鞋拿到卡尔被打跑，卡尔回头拿东西了，不是被打跑。看看情况，先上坡吧，一个天火炸中，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我们看看这个机会怎么展开的啊！明白。总之，将素符先磕着，进去买东西的好机会。我佯装要打 Warlock， 突然回头二连敌法，然后敌法就掉了半条血。我 VT 效果这么差吗？双头龙赶到，然后我有一个技能绕下塔后，不要紧，绕下塔后，随便踢回去一个人，可惜踢回去这个双兵失败。双喷，然后回头吃一下吃下来，然后我有一个 V， 敌法可能不知道有 V 柱，剑圣直接开斩了，好吧，不开斩可能还真斩不死。确实我等级很低，虽然经济比较好，但确实等级低。刚才二连敌法是还是挺失败的，应该把两个技能拆开用，把控制打出来，我总之杀掉就好，虽然浪费了很多的经济。这看起来敌法是特别要，不能说到事后是好事还是坏事，总之特别要。要强的大哥未必是坏事，来随便扔一下一个怪，能不能砸到他？砸到了。
这波塔打掉，上路 Sven 没有人，完全没人理了。哎，谁揍我一下？哎，大爷是你吧？躲里头呢？哎，又是你啊？哎，真巧啊！听说你打我呀？是不是啊？哎，这个人头我收下了，是吧？你们为了跟我竞争这个人头，来来来，吃秘法，吃秘法！你们为了抢这个人头，打都不要了，丧心病狂啊！走。啊，那么突然想想去控一下符，那么接下来是啊，来自完蛋的个人殴打大恶火，这个符被吃掉了，那算了，看这个时间点 NA 还是在这儿等符的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先把跳刀点出来看缘分，秘法跳，哎，对，走纯酱油路线了，大哥就由你们年轻人去挡吧，总之继续听起来下路开转了，应该是假的，那个是假的，别转了 啊。总之啊，念叨下完蛋殴打老大爷的诀窍啊，从小撅你拐棍，薅你假发，我偷你假牙，我踹你腿棒，哎，他从小就是那种偷小孩奶嘴踹瘸子好腿类型的，突出一个拳打南山敬老院，哎，这场看起来 NEC 反正是劣势路，然后开局被打得那么惨，总之接下来估计全场都会掉假牙，都是被人打掉假牙的存在了，然后 Warlock 的话是优势路，也是对面的第二个大哥，对面是双核，然后也有坏处呀，下塔破太早了好像是个坏处，上路 Sven 看起来是要直接闭张的类型，中间双方对峙，总之打不开局面，我看一下上路有没有机会偷一下这个火猫，不好说不好说，先蹲着看吧，哎，虽然蹲着好像没什么等级，拉波爷看能拉到吗，远程怪有机会有机会，请再给我一标， OK 拉到，这个毒扎的有点疼啊，蹲人也是一种机会成本嘛，虽然我很乐意付出这个成本，下路这个好像拉完太着急，那这铁定拉不到了，还浪费了一点钱，经验好像也没吃到，来砍我一下，没拉到，死万是要裸臂张的，而且没怎么参战，顺带还送了几个人头，感觉不太妙，中路这几个人对峙剑圣的发育会耽误的很厉害，说的就是短期内对面带着 Warlock 开始提早，哎，有戏吗？开大了，这个天火可能砸歪了，哦，没有，这个是幻象还假，先盲 V 一个，反正应该打不死，两级 V 等级太低，来吃口秘法，就说我们中间跟人对峙，上路 Sven 对线纯对线是会被压制的， Sven 对吧，你也明白刚才那个情况，看出来作风有问题，大概吧，作风大概有问题，中路对峙是很麻烦的，好处是 Warlock 马上就要到六了，然后下路那个敌法师那个位置是我特别熟悉的个位置啊，我打过很多，先耗你一下血，打的很多次敌法师都是在这个位置，下路优势塔被早早破掉，对线被打成多惨多惨完全无所谓，刚刚敌法师还有条假腿呢，我最惨的时候大概就是穷鬼盾补刀斧没数值没血，八分钟的时候还是挺晚破，哎你好，他踢了我一下失败，八分钟的时候下路优势路的塔被破掉，然后哎，这个塔可以强拿，优势路塔被破掉，然后敌法师只要在那个二塔门口控线，控线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，哦，一个斩掉，不错，又延缓了 Warlock 的，这大爷的假牙又被打掉了一颗，就但是下路的敌法师只要在那个地方控线，现在十分钟吧，他现在刚才看是假腿回舞，哪怕他现在只有一个回舞，十五分钟必出狂战，那个地方空，那个地方空线纯粹打枪，我们几乎不太可能去抓掉它，需要极度完美的阵容才可能去抓，这也是个坏处吧，就看我们这时候我们怎么样把他其他的队友打的牙齿全部掉光了，当然这个节奏主要确实应该由我和 Sven 来带， Sven 不是特别想带，那我来，反正我也快跳了，稍微蹲一蹲发育一下，现在的杀人节奏慢下来了不要紧，只要有跳接下来就好办，一个兵又兵控全部兵住小兵，我们来清一下兵吧，对面清兵能力实在是，甚至可以说吧，对面主要清兵能力基本靠大油，我直接丢大一个 T 没 C 住人，所有人撤退，那这场团战妥了呀， Warlock 致命链接没了啊，当然这个大没了，哦，戳起很多人，哦，随便 VT 一下，随便踢滚，好像把什么东西踢过去了，总之我先撤一下，活得了吗，刚才飞在天上的一换一火猫死得很惨，我好像也活不了啊，最后两跳死了，我是不是把双头龙踢过去了，
好像是把双头龙扔过去了，他还活着吗？不知道啊，斯文也不敢关这个臂章，裸了个臂章，能裸出来也不容易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哦，对，没有针眼是吧？被小强戳起了很多人。走啦，走啦，杀不掉的。双头龙居然活了，我这个坑人的先死了，什么意思吗？在 Warlock 把大丢掉了的情况下，反而团战打输了，我们团战这么没得打吗？也对了，这个时间点卡尔的等级嗨，先 BT 第一炮抽来失败，他还想戳我呀，那 NA 亏大了，不过他拿了一个双倍， NA 有单杀我的可能性吗？有，不过有点低，也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太多单杀我的可能性，我还可以继续站在线上刷这把跳刀的，反正有秘法嘛，就得好好干这事儿。啊，少了一个兵，算了，赶紧走。刚才的时间点剑圣有大了，三路他们都敢战线，并且都有一些逃生能力，不过迪法师为什么控线失败了，把线推到了这个位置，他应该是趁着上路打那波团战想推一波线吧。哎，请留给我呀少侠们，我要跳刀啊，赶紧比能抢到一个吗？一个，谢谢啊，又没一个人出秘法，哎呦，这把跳刀好艰难啊！啊，补不到了，攻速太慢，哎，这下应该有机会。哇，攻速好慢啊！我是不是应该垫个战鼓啊？算了，上路打起来。一换一，剑圣 N E 法，N E 法师 ，N E C 居然，你的火人能不能停一下 ？N E C 居然还打死了一个，然后二换一了，局势不妙啊！这敌法师这样刷，赶紧刷跳，再有一波兵应该就好了。啊，漏了一个，算了，卖根树枝吧。嗯，上路敌法师还来参战了，混到了一些经验和助攻钱。不过这样打的话，敌法师会更穷一些，防止队友崩盘嘛。来卖一个。现在的了，接下来要记住的数据就是315蓝跳跳 VT。现在 Warlock 能杀能杀。斯文在他们家打野，这个的、没有福了，伤他鼻青脸肿就随他去吧。斯文你这样包很危险的，防御强化，上路地法师撤退，可以说所有人全部撤退。好消息是斯文等级 不低啊，他确实是在当大哥打的，到后期也确实有跟地法师一战的本钱。我先等一下，跳到这里给你一下，哦，失败了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救我、啊！还好出没坑，不要杀了，斯文，大哥啊！迎面撞在一坨屎上，不好受吧？总之回家。我们这边二哥是谁？二哥啊，二爷是剑圣。大爷总之还混到了一些发育的，看来是想出没坑，还垫了个护腕。既然有钱出，不为你们这样杀得掉吗？一路哎被戳起来杀掉了，卡尔也要换命，哎，一换又是一换一，跟那个门牙都没了，你还买活呀？哎，有戏吗？有戏吗？好像完了，敌法一个大，你买活接下来就丢个这个石头，然后被火猫追，我看怎么来，算了，去二塔吧。嗯，火猫大概还在绕来绕去，大概还在数，总之先往上蹲一下。斯文这个死的真不是一般的亏，敌法是接人球。局面怎么莫名其妙的被搬回来了？上路剑圣蹲在地上 TP， 你们 TP 中间干什么？推进吗？那我看看有没有一波大野可以刷，拉一波双野，等二十秒，谁干的？吃东西要吃干净啊！我给你个好好的野区，你们出点金的卡尔吧，一想就是你的熊孩子啊！出个点睛，不好好吃饭，喂你一波大爷吃你一脸，什么意思？吃干净点啊，掉一桌饭粒儿。小来了，这个上路这个情况 ，Warlock， 请来一个队友跟我配合一下，单杀略有困难。Warlock， 你这样又太谁理你啊？啊，算了也好，哎，稳健为上，稳健为上。现在最怕的就是敌法师，不是最怕的就是断节奏，不是，千万别的。哎，我老可往这边走了，我们有机会。往这蹲一下，他们开着吼丢出锤子。那好，我先不跳 VT， 等着断后手。
没得后手了，给我留一口。哎呀，大脚屁！哎呀，哎呀，想太多了呀！果然是我想太多了吗？我们的阵容不是团战劣势吗？一锤锤中了，然后对面一套技能给中了，就怕沃拉克丢出大来给一顿反手。所以我感觉好歹我也是个小团控，不是，就想着得留这个 VT 解反断一下他们的后手，对面的反手能力相当强，然后我们这种强行先手是有危险的，结果想太多了，对吧？一个大锤子双头龙一套，哎呦，火猫破塔破的都要死，迪法师也在逼中塔，逼得不错，蹲这个高坡看一下对面，要是哎呦这边从兵线上走往下跳，那没救了。哎，这个隐身符请留给我。向前，总之想的断后手应该是个没有想错的决定，只是刚才非常倒霉的这些东西，看能不能蹭个大哥，我帮你，我蹭一下等级，看能不能蹭满 VT， 稍微躲开一下分脸，来我帮你拍一巴掌。哎，不行，再拍就抢掉你这个怪了。然后看隐身符逛一圈，总之接下来的团战肯定我还是要以跳 VT 作为反手比较好，先手有危险。这个先手刚买了一个精气球，秒不掉了，我少一级的 V。总之先来一套试试，摸一下剑圣，哎，请斩，请斩，给你个秘法，早知道你斩完我再给你秘法。这是你的光荣，当然，还行还行，但是这位大爷刚刚买了一个蛋蛋作为消费，过光棍节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一个蛋蛋慰劳一下自己，结果没有打掉他什么遗产，双头龙挂掉，这一波。斯文已经没有蓝了，站在中间愣刚，这样斯文是持续不了多久了，在上面蹲一下，斯文他们再想动斯文我就跳下去，不想动就算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蓝猫盾刚好消了，可以绕一圈，谁要就是你了。哎，杀手型的刺客被双刺，不过无所谓，斯文没有蓝了，我也没法给他蓝，然后还是开着臂章的链接，我没中，来大哥瓶子给你喝，你这也真是一脸要死的样子，裸了一个疯狂臂章，疯狂好吧，想喝光喝光喝光，哦，切了臂章，哦，还有秘法，那好，哎哎，请给我留一口，对，仁义优先留一口，我指望你个大哥留一口，真是瞎了我的眼，真是，哎，算了，你是大哥，你就喝吧，哎，哎，真是搞到我的蓝就剩一点，等一下这个符吧，请给我一个符，哎，不错，双倍啊，下路压着敌法师，果然这个时间点已经比我想象的慢了，狂战一把坏心，总之还是挺快的，那吃个双倍打个野算了，算卡尔就这样压制打野是非常好的压经济的一个方法，虽然总觉得有点危险，包括这时候我们要体现的就是一种气势，这叫气势你懂吗？我还没说完威胁你就到了嘛，总之 NA 还是做了个大根的单杀我，刚刚的情况来看 NA 刚刚好单杀我，虽然有一些野怪，哦大哥呀，进去了双锤，又是你们两个的大爷，哎呦哎呦，秃子都砍掉了，那大爷你就别回头了，他追你跟玩一样，两位看门大爷被双杀，已经鼻青脸肿，沃洛凯还丢了大，当然我们也损失了两个人，嗨嗨，虽然我是莫名其妙损失，不如说团战刚开始我都复活了，这个节奏是非常难以接受的，能戳掉吗？戳掉一个地狱火，剑圣也要出狂战，好吧，敌法师总归是，哎呦，双头龙我能救你，往我这边跑，往我这边来，这厢来够不上了，赶紧走，队友根本没想回头的意思，我 VT 现在不太打得死人，等级不太够，打不死人的话我就舔进去了，哎，走起来，总之上路有钱去刷一下 NA 一个大根还是这样的，我们有斯文的分裂，然后剑圣也在出狂战，对，我也是会出 A 仗的，那倒是好，打敌法师这种玩意儿他肯定会出分身符，三个人一块消蓝，我们这边三个有后期能力，我有没有后期能力看情况，但是要看缘分对吧，但是剩下两个人肯定是有人来地心相比，扔错了少 A 了一个，对吧，对，赶紧走，有危险，感觉到了杀气，向前，嗯，就两个大哥都有分裂能力，对于清敌法师的高强度幻象来说倒是有个好处，慢慢清一个，这你们不会再出身后出来一个 NA 吧，不过我这加了两级大出个破壁秘法鞋又没电战鼓，打野怪输出好低呀、啊、把敌人打烂，哎呦这慢的，
一秒钟一拳，真是一秒。来丢个精气球和口瓶，精气球被 NA A 掉了，我就秒退。哎，继续闲扯淡局势的话，好像快被对面扳回来了。我们的高地肯定是很难很难才能上去的，主力输出是两个破近战，然后磨高地只能靠卡尔嘛。卡尔的走的一身裸了个飞鞋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卡尔这一身哦，回上路了。火猫拿 T 磨血磨的也很细致，不过我们不是特别怕你这个磨血。哎，这里的树被什么时候打掉了？光溜溜的一个屁股露在外面，两个地法师的幻象，我还以为地法师分身了。这我这天天露个屁股在外面不是个事儿啊，说好的杀手呢？而且斯文大哥，你又没跳到，你蹲这儿干什么？我是杀手啊，这个专业的坑让我来，对吧？你一个没跳到的大哥，天天蹲在坑里蹲得那么深，到时候还得跑出去，哎嗨！然后哎，戳起一个辅助同学该买针眼了，等到得那个锤住两个，我被火猫捆住了过不去，双方二换二，我就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这我右侧应该有一个火猫，前方第三个大爷被斯文削死了啊！第二个大爷哪来的第三个？对，这叫团队中的首席杀手。哎，火猫好像被追了，这第几个我不知道。现放的这个魂，跳上去可能还有机会。哎，V下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哎，剑圣接住，这是你的，多砍一刀。哎，你的准备太慢了，多砍一刀是可以砍死的。那看情况吧。那总之像刚才那个情况，对，老夫就团战中的首席杀手就应该是啊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没有必杀了吧？能不能踢住你？这个踢的伤害被他拿个大躲掉了，赶紧走，马上秘法。这个总之这个我快圆不下去了，拳打脚踢，别闹了，吃个命！你还敢回来？刚好213伏兰跳命题。稍微等了那么一秒钟，多等一秒钟比较好。去慢的话，万一他又飞走了，对吧？不合适。火猫有两个技能，火猫都是可以拿来躲伤害的，很麻烦。就是刚才那波团战怎么回事？其实就是没反应过来吧？对，这种首席杀手这种感觉，你们都得学着点啊。任他惊涛骇浪，我自岿然不动。全场十个人死了五个了，我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不要卖掉了这个斧头。总之 A 让还有一点点距离，但好歹是有了点希望。 Tiny 最难的就是走这种秘法跳刀的路线，最难的就是接下来的节奏不好，然后没有经济。队友又喜欢刷，我又不喜欢刷，来比一下一波兵。还差800，这个车能补掉。地法师来，那我离你远点，我现在很缺蓝，不要闹。分身符号，哎呦，不是我闹不闹他的问题了，他是不是能单杀掉我的问题了，看他带不带继续下一波。他也在等，我也在等，他等不着哦，我们其他线上路人了，然后他就出来了。尤其是卡尔这种技能比较多变的，可能他相反比较怕。我要不要去守这个塔？不敢守啊。等一下，好危险！开个塔防，他开分身，派一个假身来赶我了。哎呦，我打不过你！哎，别砍我蓝，别砍我蓝，我蓝很重要的。我方上塔，下方线上路了人是不行了，已被打扁，就这样吧。我真打不过你，我去找我的队友。哎呀，亲爱的队友们，你们在哪里？在推下塔。上路敌法，他们是劣势的。我们这样让敌法换塔，也只能让他复换，没办法，我们必须拆掉对面的团战阵容。要跳你了，火猫直接吓跑。那随你，我是来收兵的，踢我一下不要紧。双方换了一个塔，换掉一个下塔。敌法师上塔有人准备管吗？好像有。卡尔飞了，飞得下去吗？飞下去。哎呦，你这下来一个火球砸敌法师，你这个人怕你吗？你问问人抖不抖，看都不看你啊。 NEC 已经两个护腕，哎，确定了，他全场确实是长不出牙来，没见过哪个大爷长得出牙来。总之全场我的 A 站好了，回家拿一下，正好也没什么状态，回家补一补。 NEC 注定掉牙一生，垫了两个护腕，就算待会儿出出梅肯来，也就是一个除了梅肯的没有门牙的老头啊。不用怕他，剑圣有狂战，我也有狂战。斯文自带狂战，自地是什么玩意儿？但是沃洛克应该快 A 了哦，这边要裸大炮。虽然我觉得也好 ，BKB 也不一定有用。
有装备比什么？哎呦，能杀吗？推的不太好，要被杀去救他一下。第二个 B， 往我这边跑，往我这边跑，冰柱往后跑。哎，等一下，他应该看不见我，我等他第二个 B。OK， 跳 BD，没踢到他，天火砸中，砸掉好多血，不愧真实伤害。再给我一下，一不出来啊！我要是假腿或者垫了个护腕都好啊。所以我看好像追不上了，我跳到快好了。哎，哎。刚好斯文到，哦，应该找不到了，傻子都 TP 了，应该，哎，傻了两次，第一次在双头龙那里救双头龙跳过去那一下不应该 VT 的，应该 V 和 T 拆开来用，迪法师刚刚逼过，我应该用我的技能卡一下迪法师 B 的 CD， 然后第二下，哎呦，第二次就是斯文刚好到，我那一下应该跳到斯文身边，然后把他扔向迪法。有可能能把斯文扔到迪法师逼过之后的位置，有一点点可能，总之应该去尝试一下啊，处理的不太好，大炮卷轴好了，这样就变成了迪法师万军丛中取了我们酱油手机，顺带还走了我最爱的菜市场。哎，我的攻击距离已经长到连踢都踢不到他了吗？进攻不要紧，只要有了狂战斧，剩下怎么刷起来就不是梦了。滚石不生胎，我们的辅助大人两眼都是泪，双眼饱含热泪就复活了。嗯，这边也是狂战，我们有三把狂战，对面只有一把狂战，但是为什么还是好虚啊？这卡尔出了这样的一身，希望你能驾驭得了这一身吧。刚才飞鞋落地，然后直接一个石头砸地法师脸上，我感觉有点悬。准备强打吗？可以，我们剑圣不在，算了，我就陪你打吧。反正爷的手长，爷的棒子略长。肉山大哥是怎么也打不到我的，帮你避一下，省得你被打死。这边 Warlock 没有看到，有了没有 ？A 让还差一点，还差两件。估计就算他鸟上有一件，我们拿完这个凳，拿完这个凳子呀，拿完这个盾去找他们决战。Warlock 应该刚好没有。刚好没有 A 仗，稍微好一点点。我们这边哦，剑圣还有散石了，哎，多谢，这个散石出的不错。有没有试过死神镰刀斩在你脸上，不是有一个 debuff， 然后斩那么一点五秒的眩晕之后才会造成伤害吗？被斩的那个一点五秒眩晕能进化掉吗？虽然我总觉得不能，也不指望这个。总之蹲一下后排，我们有蹲，随便卖。火猫暗面裸了一把暗面，做法没错，不过我们未必怕得了你这个号。死了你别上去啊！哎呦，被戳一下，哎呦被抽一下，哎呀，你不要上去拍塔，有蹲不是这么用。哇，锤到了小强的皮上，你这个盾前面什么都没有，大家快回头，你这个盾交的太漂亮了。那火起来得赶紧帮他一下，跳 VD， 然后随便怎么样，赶紧走，赶紧跑。哎呦，大爷你干，大爷你打我干什么？我满血呢，一死神镰刀斩我腿上啊！大爷扔出拐棍，我得，我们两个大哥都完够不着了，让我走一下，我这减速好严重，好像完菜了，完菜了，没救了。我以将近满血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被 NEC 大爷一拐棍抽在我大腿上，你到底多恨我？我看得出来你挺恨我的，哎呀。将近满血斩我干什么？我们有个大哥呀，确实两个近战大哥，这个盾不过带盾高地团灭，这个是标准 flag， 我们不用特别在意他。耗塔的话，让火人和卡尔去干嘛？斯文没跳到，没 BKB， 你还上这么凶，真当对面不存在是吗？不过坏消息是 Warlock 好像 A 仗了，刚才我仿佛看到两个地狱火，确实 A 仗了。哎，老爷子，你藏得够深的呀！居然在家里藏了两根棍子。正常人不是只在裤裆里藏一根吗？嗯，总觉得要被翻，虽然未必会被，总觉得有点虚。人家是正牌后期嘛。斯文大哥，跪求你出 BKB！ 哎呦，迪法师好飞，快龙心了，这塔要救吗？吓跑就行，就当救一下，别给他们一卡住。啊，行，活下来了，两个坏象，哎，我离你远点，哎，亲他的坏象，亲完我给你吃秘法就行，嘿嘿，这个坏象我不是特别想爱，继续推一波吗 ？Warlock 这时候应该是没有打的，卡大招 CD， 哎，这是很靠谱的一个做法，
那就往上。嗨，对面人别贪这波野怪，你们走正道上好不好？我一个有跳刀的站侧面，他也是吧。这飞鞋你出把跳刀都行啊，我就这么一说，你千万别真出跳刀。清一下兵，一个致命连点屁都没连到，这下塔总该耗掉了。我们还有双头龙，也是耗塔的一把好手。我都说了，剑圣只要在 H 插棒子，对你只要这个无影拳，你是打不了这个棒子的。也就是说，随你怎么耗，哪怕你圣剑无影拳，我们这个棒子在的时候，你也处理不了。哎，吹得好，冰得不太好，哎，戳得也不太好，就这样吧。双方互交一轮技能，大家都表示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想扔一个人清兵，你们说可以吗？算了，再来就坑了。一锤，哎，锤中两个人，可以接后手。哎，别踢，哎，随便找个人踢，哎，没踢到。哎，随便找，哎，这有个大爷，大爷你怎么又打我？哎，算了，这样我还有个踢，大爷也不敢上，我也不敢上，都有点怂。就这样，随便扔一下，没扔到。那边不如说蛋都没混到一个人。大爷又是一个拐棍打在我右腿上。这回倒是打得不太缺，看起来好像确实很招大爷恨。你们准备再破哪路？不可能就破一路就走啊！敌法师分分钟翻盘哦，别走啊！对，果然不准备走。哎，我拆建筑快，哎，我这看这看爷这大水桶，哎，给我灵动迅捷了，不错。哎，我一个人拆他，估计比全队都快。啪！啊，不至于，没什么装备。啪！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刚才你丢拐棍是吧？打我是吧？哎，这场的我的小小的一生就是和大爷抗争的一生。下路兵营已经玩完，两路至少是两路，可算是妥了。拆他们高地真不容易，再等对不对？还好 NEC 出门被打的比较缺，不如说全场都被打的比较缺。哎，我去买个振奋，稍等。他们有大的，不要上了，我去购物了。我们这正面硬刚是很难打的。没有哦，哦，刚才丢过了吗？我确实没有注意。没有大那就好。国老可的大，我们确实就团战硬上高地，我们依然很难处理，没什么团战能力，没什么团战能力。哎，现在 BT 一套，先往后走，锤子垫上，哎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有戳到我，来来来，大家一起。分身有什么用？哎呦，我这个大太监拍死我们！最终两个大哥硬刚着换命了。往后走，往后走，躲开这个减速，棒子走开就好。哎，被戳起来一个，跳飞踢！哎呦，这推棒推得好！等，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好不容易等到这么一个机会，强行拍塔，不要，我被捆住了，救命！戳一下，大家往后撤！剑圣二哥又挂了，撤撤！前方风色不善，我要不要去 VT 火猫呢？算了，他有洞。哎，这还有一个人，你好，再见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卡尔，你买活干什么？我没有看见你，你谁啊？快走啊，不要上啊，你杀不掉的，你只会被反杀的。走起来。没有符啊，买个班的。千里总觉得好像想强行刷出来这个强袭是不太可能了。卡尔，别急着买，确实你多着急，上赶着买活也没用啊。虽然就你有飞鞋，有个加速车没完呢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待会儿这个加速服可能还有用呢。当然要是双倍就更好。总之出去等一等回复，大哥再出 BKB 很好，打完这波远古大哥就有 BKB 了，可算有 BKB 哦。两个大爷双双超鬼呢，喜闻乐见的一件事。情况人头上看来不是很乐观，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翻盘的机会了。敌法师要扛两路大兵，对面就没有大哥了。Warlock 出了一根绿，火猫由于没有出狂战斧，刷的不会特别快的。裸一个暗面实在是有，也算是无奈之举吧，确实也来不及等他狂战斧再继续刷了。向前，暗面也有道理，哎，随你随你随你，毕竟是混劣势路的，没必要承担太多的责任。来，哎，这个我也来替你打，能混到一个吗？我大棒子很大哦。这个也给我吧，失败了。37分钟哦，下路，哎，大爷依然是一根没啃。
确实，直到最后他也只是一个除了梅肯被打掉了门牙的，对，打掉了满嘴牙的大爷，我一刀斩掉去，没踢，嗨，我踢回一个，你没踢到，射得太远了，大爷又给我一拐棍，哎呦，你干什么呀？然后那个对吧，高个大爷给我一拐棍，我把矮个大爷丢出去了，哎呦，1200，真疼，这个帮你丢一下，摸都不让我摸一下，算了，我这边哎呦分裂，我们都是三次戳起三个来打他，被敌方是一个大，三个人都残了，居然都没死，真好奇。这个要死，后面那个 NA 你再上来我跳死你哦，他也不敢上，哎，有戏有戏啊有戏啊，嗨，直接 V 死了，哎呦，救我一下，有没有救，就随便踢起来拍，有戏吗？没有攻速啊，没有攻，没有攻速，有攻击力也行。地方是有龙心也遭不住这个呀，对吧？结果我们的大哥和二哥又挂掉了，真是倒霉。哎，请给我灵动迅捷，算了，我没看见。反正这一波都稳了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就不要去修这个。对面活一个，我把你扔进去。总之还和大爷抗争的一声，这一场估计也就完事儿。强袭到最后也见不着，不过无所谓，这每次抬你这种纯法系的抬你，我说开头打酱油位置的不往大哥上一门心思走的，能打到后期有点用就不错了，抬你经济要转型真的很难啊。总之齐活了啊，总之就虽然有被翻盘的可能性，可算安全上垒了。好吧，就这样，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